今天上午感受了一下长白山的冰雪，咱们今天晚上来感受一下长白山人民的如火的热情。好的，带我们去哪玩？我们一会儿去一下云顶市集。OK， 那我来导个航吧。哦，两公里。哎，那很近。这后面有衣服，我们可以穿上。好啊，这衣现在超红啊！我试一下。白云黑土的那个，够大号吗？你穿这个可以，但有点穿不上去，就是。好紧身，它已经最大了。走吧 ，Let's go。我这个很滑，小心啊，鑫哥。走。哇哦！好热闹啊！云顶市集位于长白山脚下，灯火璀璨，热闹非凡，适合夜间观赏。集市上不仅有展现长白山风貌的文创手办、纪念品等，更有各类东北特色小吃，热气腾腾，独具一格。我们把那个手都抄到那个袖子里，是这么放是吗？这不能露肉，就是手脖子都不能露，手脖子不能露，露不了一点。你给我一个很东北的话，我来假装自己东北人。哎呀妈呀，走啊！哎呀妈呀，走啊！哎呀妈呀，走啊！这时候身边如果放一筐鸡蛋，别人会以为你是在市场上卖鸡蛋的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朝鲜族年糕鱼饼米肠。哦，东北麻辣烫啊！哇，好棒！哎，试试，你应该喜欢吃那种米花。嗯，有事儿你吱吱声。哎，这是糖葫芦哎。糖葫芦。我可以拿一串这个吗？可以啊。草莓好哎，啊，草莓好甜。有点东西啊。嗯，很好喝。要一起动起来了！哎，前面演出了，走吧。拜拜。大家准备好跳舞了吗？动起来！哎呦，蹦迪啊！哎，来了。信哥哥的爱。原来这就是东北，懂了。来手，我的妈！安吉拉！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了烟花秀，想不想看？花秀，东北人民很热情，爽朗好客，就大家都很热情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热情是可以感染的呀，互相之间传递的。我觉得真的可能每个地方的热情度很不一样，因为我感觉如果香港的话，在夜市啊，不会有这么热情，就大家就说啊举手，摇摆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也蛮酷的，就第一次体会这样。东北人因为室外的温度太冷了，所以我们的心一定是很热很火热的，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，那就是希望你们来到我们东北的时候，可以感受到东北人的热情。哦耶！泡温泉了。
爽，好爽，好爽！哦，哇、哦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有点烫，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哇，舒服啊，真的舒服，一下来就不冷了，累这一对，本来说没有骑到雪地摩托有点难过的，今天晚上这样还不错。我们烤了橘子和坚果。哇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是天池留下来的水。对，我们现在泡的这个水天然火山温泉。所以它的功效是？就是保养皮肤、啊、养颜美容、养颜美容啊，延年益寿啊，补充维 C 啊，补充维 D 啊，益生菌啊，什么都有。益生菌都有啊？益生菌是从哪里来？那不如我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回去好好的养护一下我们的皮肤吧。嗯，好的。今天快乐。我们今天确实有点开心，有点爽。滑雪，马拉帕里，还有那个轮胎。对，轮胎。马拉帕里是什么？就是马拉的那个雪橇。哦哦哦。但是其实它没有避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其实经过那个雪地就是一直碰碰碰，然后有时候马会突然暴冲，你知道吗？对。然后那个车就在那砰砰下去一下，如果没抓稳，你就下去。平地吗？平地，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平，它就很多弯弯曲曲的坡，小区特别恐怖。其实我觉得那个拖拉机躺轮胎的那个游戏，如果是晚上天再蓝一点，天上有点星星，其实仰着头跟着车走，哇，好浪漫。我现在在出汗啊，大出汗，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挺有意思，都是从比赛这么过来的，然后现在在这儿一起泡温泉，我觉得挺难得的吧。就是一般如果是在圈内的这种朋友，说真的，除了工作场合见面，其他场合真的很少，没错，很难碰到。对，所以能一起出来，我觉得已经是太难得的机会了。这种回忆就已经是，光这一集可能过十年，我们可以拿出来再放一次，对，然后再看一次，没错，然后大家可以再笑一次，再聊一次，这种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回忆。因为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，我觉得旅行这个东西非常重要。嗯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是难得有时间去旅行，那同频很重要。没错，而且刚好来还有一个认识的朋友在，这要比去一个完全是陌生人的节目要，对，完全会舒服很多，舒服很多。起码你会有一个人一定说话，他会搭理你，对，这是太重要，这是太重要。你知道，就是反馈这件事情，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当中也很重要。对，朋友就是人生大楼的钢筋混凝土。因为你有朋友，你的大楼才会一步一步地往上垒，然后会走得越来越高，看得越来越远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朋友这件事情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在东北这一集很开心，因为也可以见到很久不见的老朋友。我常常强调这个，大家在拍摄过程中要一个化学反应。今天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那种感觉了，蛮好的。